是大年初一，为乡村五一八八分店给全体同仁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蛇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。大家好，我是 Zoe， 我携五一八八分店全体人员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蛇年快乐，平平安安。在此我要感谢神，感谢神过去的一年对魏乡村的庇佑，让我们可以越走越稳，越走越远。同时我也祈求神在未来的日子继续保佑魏乡村，魏乡村会继续让每一个客人都会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我们会坚信有了神的指引，我们会有更多人的喜爱，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Asian Legend。 同时感谢神引领我到魏乡村，给我这一个工作机会，我依旧会坚持不懈地带领魏乡村分店创造更好的业绩。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魏乡村五一八八分店厨房点心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蛇年大吉，阖家欢乐，恭喜发财。我是五一八八分店的厨房的阿乔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那么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就感谢我们厨房的所有的同事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帮助，感谢老板。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大家同事各位同事赚的越来越多。大家好，我是五一八八点心的阿华。今天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在这里感谢主给了我们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魏乡村取得更好的成绩。越走越稳，越走越远。同时我也